袖子的设计非常非常的贴心，它就是不但它是长度做得非常刚好，然后它又是做那种比较蓬宽的，对，宽的这种设计，所以你在夏天穿的时候，它比较不会那种粘在手臂上，然后或者是说你穿的话不会闷热，对，而且它会让你的手感觉特别细，没错，而且它又做这种比较宽松一点的版型，我现在拉出来给你们看，它其实蛮宽松的，对，所以这个 2L 真的是可以的，可以，要看后面有没有。对，就是蛮难的。对，而且你看小韩刚刚扎进去，拉出来一样还有光泽感、哦。可以。对，它是有点滑料哎、欸。对，滑滑的。我觉得跟刚刚那件的质料有点像。它是有点滑料，然后今天雪纺的设计。对，我们家的雪纺都是给你很好的布料、哦，就是非常亲肤，然后也有点像那个牛奶色。对。有像，非常的舒服。那如果你只想搭前面也 OK， 对，后面就可以遮屁股。对，没错。如果你是今天搭裤装的话，就是西装裤装啊，或者是牛仔裤，其实只要搭前面这样就很好看了。对，来给你们看后面，它就是这一件是做比较瘦、比较素面，但是又很好搭。对，又很好搭，然后长度又够，然后你如果搭裙子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全部扎进去，比例看起来很好。对，你看它全部扎进去，一样是很好扎的哦，而且很有气质。对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像这一种啊，这种材质质料的，其实它扎进去之后也不会显胖。对，但有一些棉麻料的，它扎起来会碰红。对，因为这个有垂坠度。没错、嗯，因为黄皮肤的女生粉色已经超难买。对，因为粉色就很容易又一穿就黑掉。因为你如果黄皮肤的，你不要选那种过亮的。对，你要选那种有点深色，然后饱和度比较低的。没错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手袖这边是做这种很可爱的荷叶边，而且还是有点波浪感。对，很而且是做五分袖。对，可以稍微修。这是一个肉肉女一定要戴的哦。没错，前面的话也有做 V 领给你们，所以你就可以稍微显脸小，可以稍微修饰你的脸。然后这边还有做一个扣子，这扣子真的吗？哦，是造型扣、哦造型扣。这边有没有？很可爱，这个颜色的话呢，我觉得你要搭牛仔裤系列也 OK， 或是你想要搭裙类，我觉得也可以。对，可以，就其实不一定你这种粉色一定要甜美，对，你就怎么搭都会很好看、哦。没有，搭这种牛仔裙也可以、嗯，不一样的感觉。